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我们一会儿结束去吃点东西吧。之前是你请我们，这次我们大家请你啊。行啊。你想吃啥？我都可以，随便。我想吃火锅。不得，我要吃烧烤。你俩就只适合吃自助，全铁园自助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就你俩能吃回来。哎呀，吴志轩，我第一次见你这么笑。是吗？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多朋友。从上初中起，我就再也没什么朋友。这也太惨了吧！哎呀，那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，我们都是你朋友。对，那我也勉强接受你吧。会不会出人祸？开个玩笑。爸，你们谁叫李金孔啊？我。你看着可挺老实的，你为什么缠着我们家吴志勋不放啊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没你什么事儿。李同学，我知道吴志勋在帮你补习功课，我也以为你至少是一个知道学习的孩子。但是我一打听在学校的表现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爸，我们吴志勋是要考顶尖学府的，没有时间陪你们在这吃吃喝喝。尤其是你，一个不守规矩、不知道自重的孩子，你最好离他远点。吴一进，你叫我什么？你给我回来！他爸，我都动手揍他了！我刚才怎么不敢这么火？我能不给李二面子吗？你没事吧？你别在意啊，他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爱说啥说啥。不在意，但是我就是担心，吴志勋这样回去是不是又要跟他继续吵架了呀？有这种爸，想不吵架都难。就是不分青红皂白，上来就骂儿子同学，我宁愿没有爸，我也不要这样的爸。没事啊，